属于的流浪我追求快了吧，我一说嘛，感觉还是速度要快。对，你带上你自己来节奏。放逐云的流浪光追寻云的锋芒两伏要几次碰撞才能在夜晚整个旋起破了旋转直到天亮风若雨跌倒天 OK 哦，我们每天都练很多遍的，来了来 了, 来了，坐坐坐坐坐，我现在和曹老师配合的非常的默契。每天面朝大海弹琴弹一天，后来不是有段时间练得太狠了，以后啊，手体检，不是体检，是反应不过来了，有点练懵了，大脑就是练着练着，大脑开始宕机了。对，会有一阵子，就是宕机了，你就哎呀，就想不起来，就怎么搞这个？我发现真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捷径，就是天天练。对，就是，哇。最后那个，我跟他再配合一下。就有感觉，就是四十电影四十，就是其实他们出道人是被那个。